弟兄姊妹平安，谢谢主，我们又一起来到神的面前。你知道一整天的开始可以用祷告开始，这是多大的一个祝福啊！这一天我们不是从忙碌的工作开始的，我们不是从跟人说话开始的，我们是一起到神面前来，而且是在神的话语里面来到这一位永生神的面前，来到神的施恩宝座前，活在神的恩典祝福里面。求主帮助我们，让我们做一个对的抉择，不要走出神的祝福以外，成为一个基督徒。上帝拣选我们是带我们进到一条蒙福的道路，恩典的道路，但是我们不要自己走出去了。圣经上告诉我们说，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，恶人的道路却必灭亡。但是我走在义人的道路还是恶人的道路，那是你我的选择。求主帮助我们。我好喜欢这里面的一句话说，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，他知道你的路。很多的时候我们在人生的路程里面，必须承认我们好像在一个黑暗的房子里面在摸索，我们要做很多的决定，可是我们看不清楚，我们并不知道我站在这个十字路口往左走是怎么样，往右走是怎么样，往前走会如何，停在这里会如何，回头又会怎么样，我们不知道。可是我们必须做抉择，我们看不清楚，可是我们可以做一个万无一失的决定，就是做合神心意的事，做上帝眼中讨他喜悦的人。当我们走在上帝的祝福里的时候，不论大环境如何，你看不清楚，他看得清楚啊。你不知道这件事应该怎么做，他知道啊。是关键是你有没有站在他那一边。很多的时候我们好希望上帝啊，你来祝福我，可是我要告诉你，上帝不会走到我旁边祝福我，但是我可以走到上帝旁边，走进他的祝福。好像神如果是一盏灯，我们多希望主啊，过来过来，我这里好黑哦，你过来。但是上帝不会过到我这边来，而是我走到灯的旁边，我走到他的光中，自然就有光。走进上帝的祝福里，他知道你的道路。你很担心，你不知道你前面路该怎么走吗？走到光中，你自然能够看得清楚。我为你祷告好吗？主啊，我们有一些朋友现在很担忧，因为生命当中到底应该怎么样跨出下面一步，我们很忧心。但是我奉主的名祝福我的弟兄我的姊妹，
主耶稣，我们没有办法叫你过来帮我，但是我们可以过去就近你的真光。你是光，走在你里面每一步都有把握，都有确据。恩待我们就近靠近你，亲近你，走在你的光中。这是我们的祷告，奉主的名求，阿们。这一路来你常常祷告说，主啊，来帮助我，来帮助我。今天早上我求主对你说，不要叫他来帮助你，我只是一个渺小的人。他是那位全能的神，但他给我们一条路进入光中，就是你走过去靠近神。上帝祝福你，他永远在那里，靠近他就有光。主与你同在。想你，无人能想。